恐怕不行啊，我这边局里还有好多事儿得处理呢。最重要是那个沈凤，我要帮你确认一下她的地址啊。哦，好，你去吧，有啥事儿咱俩随时通电话。嗯，那你跟我去呗。瞧你这脑袋，这小狗啃的是吧？来，收拾收拾。美女，给我们孩子收拾收拾头发。行，剃个小亮头。子英姐，子英姐，嗯，你们儿童村的小孩情况都跟小亮一样啊？我们那儿收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父母双方都被判了无期或者死刑的孩子。其实很多孩子都已经是单亲了，现在最难解决的是孩子的心理问题。你这小孩怎么没了？啊？哎，往哪边跑了？没看见。子英姐，你那边，我这边。好。